大家好，我是老田。我是依依。我是。今天，说吧，跟你说。我是橘子。她是我们的妈咪。今天来吃大餐了啊！一人点一个自己喜欢吃的啊。这个。那个什么，大盆土豆，这个菜好，有点贵，再翻吧。点了四个菜，这边菜好像有点贵。妹妹啊，你今天多吃一点哦。你今天如果吃的不多的话，以后不要跟我说出来吃了，好不好？今天看你表现。姐姐，先吃吧。不要你们，我要等菜吃了。妹妹呢？我也吃。爸爸，嗯，你们点了多少个菜？点了四个菜。哦，我以为你要给我点八个。你吃得完吗？这桌子也放不下呀。是啊，这桌子。难道放在桌子上吗？菜上齐了，黄果鱼，这个是水晶粉，还有一个土豆，一个猪肚，那个叫什么？爆腐竹。爆腐竹，开吃了啊！妹妹多吃点，姐姐也多吃点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多吃点啊、哦！能吃多少就吃少，吃饱了就不吃了。我要试问，我们这个是难得出来吃一回。你可以天天带我来。不要说那么可怜。姐姐少吃点饭。饭好吃，没有饭我就吃不下。我也吃，饭我也吃。啊，那你也盛点饭吧。少盛点，多吃菜。吃饱了。吃饱了。这菜怎么吃完？吃不下了吧？你今天还钓鱼呢？吃吧。吃啊。来，妹妹。你吃不下了？我没吃饱呢。来，吃点鱼啊。我叫你少吃点饭。我已经吃很少了，我至少要吃3碗才够多。我们两个再把这个吃完啊，要吃一遍，来。这个都快要炸了。有这么好吗？对，超饱。然后这个让太清晰。吃饱再说，好吧？吃好了去买单吧。那你吃，还没吃完，你急啥呀？怎么能让小女生买单呢？对吧，妈妈？对，那是小女生。她是小女生吗？怎么让一个这么美丽的女人，买单呢？这样姐，反正对就是。所以今天是你请客，你说要来这里吃的，所以就是你请客。我是你说的哦，那你请客哦。为什么是我请客？我还是一个小孩子，你懂不懂尊尊老爱幼啊？好的好的，吃好了。嗯。吃饱了没有？吃饱了。吃饱了，那我们回去了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样。我还买单嘞，还没买单嘞。现在去买单了。Yeah. 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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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吃完了啊，吃干净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回去了，四个菜220块钱，太贵了，确实有点贵啊，但是味道还是不错的。我觉得一般般。你觉得一般般？并不是很喜欢。我觉得还可以，可能我们的口味不一样。对。